这个工作呢，虽然工资比较高，但具备一定的风险性，您要有这个思想准备。好，我知道，谢谢。那签字吧。这是一个房，还有这个合同呢。保险受益人的名字呢，你就填您自己的家人。万一出现什么事故的话，我们会把赔偿金交给他们。建群，小哎，小爱，买这么大包，吃西瓜了。宝明哥回来了。啊，来吃西瓜。建群，拿刀。哎，来，小爱，你来切。你切。好，这忙啥了？小爱，嗯，我新找一工作，得去外地。以后小爱这边你多照顾啊。宝明哥，你去外地哪儿啊？啊，去东北。那你去那儿干啥呀？钱挣多不多呀？哎，工钱还可以。那你去发红财，你把我也带上呀？不是，这活太苦，你干不了。我能干了。你干不了，能？比扛煤气活还累，你干得了吗？啊，那么累啊！宝明哥，那要不然你也别去了。我身体好，没问题。宝明哥，你看你这个人，去那么远的地方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这说走就走，是不是？不够意思，一个人去。吃个西瓜。鸡蛋，宝明哥最爱吃的菜。嗯。哎，你说这宝明也不像话啊，走的时候不给咱俩打招呼，这都两个月了，连封信都不写。嗯，太不像话了。可不是嘛，他在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一走，好像跟咱不认识了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我告诉你那个老抠门啊，他肯定连张邮票都舍不得买。行了，谁抠门啊？宝明哥买的西瓜你可没少吃啊，那是给你买的。那个老抠门，我跟你说，沾沾我姑娘的喜气儿。真的怀孕了？真的。嗯，我们去医院检查了。哎，李丈啊，给你爸爸妈妈报喜了没有啊？报了，我发了份电报。小圆儿，从今往后这个饮食啊休息都要注意了啊。关键是李章，关键是你，这前三个月你不能让小圆喝凉水呀、啊，干重活啊，记住了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。啊，医生都跟我们交代过，知道知道。记住了，千万可别大意。哎，那个爸，妈，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这家里边所有的活我都全包了。嗯。谭小爱，哎啊，找谭小爱啊，谭小爱，谭小爱有人找你啊，你是谁啊？
我是周保明的同事。哦，你是不是来保明来带着信是给你了？是啊，保明哥走了好几个月了，一点信都没有，我们都着急了。是不是发大财了呀？对啊，他说那边好吗？那边冷吗？你们认识到底啥事儿？对呀，他好吗？这里有一份合同，受益人是您。那抠门发大财了吧？那我就说吧。我告诉你，天上掉馅饼了。这什么合同啊？周保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去世了。关心小爱，你怎么就不？没事，妈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俩去看的比我去方便，咱们三个去不太好，你们俩去吧，啊，我先走了，哎，替我去看看，小慧。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，你还非得给他说出来，非得说出来，你说出来把孩子又给气走了吧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咱俩一块儿去了。小爱这时候是最难的时候。保明。还给你做了西红柿炒鸡蛋，给你买了酒，你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保明哥，你真傻啊你！我们要的钱还有啥用啊？啥呀？保明拉着我来了北京，现在我在北京啊，就你一个朋友了。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想回去。小爱，咱喝点。你给我践行好吗？哭了，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，说堵在我这儿难受。保明他爱你，对，可能这话我只能说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说了。我坚决没谈过恋爱。但是一个人揣着一根你送的铅笔揣了十几年，这算不算爱？当知道你来了北京，什么扔下腊肉都要来北京找你，这算不算爱？你结婚的时候不都病成那样了，还给你打家具，算不算爱？每天晚上不听你的脚步声，他不睡觉，
拿命换回来的钱，也给了你，这算不算爱？我知道爱小辉，但是我说过你俩不是一路人。如果有一天，有一个人会像宝明这样对你，我希望你嫁给他，好吗？这北京人爱说一句话，叫逗你玩。我真的不知道明儿他就逗咱笑，啊，挺点就过去了，没啥大不了的。我太傻了，我真的太傻了。宝明哥，他，我，你今天才知道你傻呀！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，你杀我吧！娟娟，我们今天陪着宝明哥多喝点。来，平时和宝明哥碰一下，都也舍不得花钱买点酒喝。今天看，宝明哥，给。知道我回来的，
还准备了一桌酒菜啊。也不等等我就喝多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啊，小娟，来陪我喝一杯。见鬼了！哎呀，宝明哥，你真是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保险公司把事跟人说清楚，把钱给人退回去了呀。你以后去哪儿，你跟我们俩说一声，别神出鬼没的，动不动就找不到你了，怪吓人的。吓得我一惊一乍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哪有大早上就这么大鱼大肉的？这不你回来了吗？宝明哥，这几个月在外头辛苦了，你瞧。你都瘦了，瘦了吗？瘦了。来，宝明哥，欢迎你回来。那好，来。哎，多吃点。西红柿炒鸡蛋，你最爱吃的。饿着了吧？那好。这个你也爱吃啊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。这钱是不是就这样退了，有点可惜点儿了呀？不可惜，彩米。齁！快吃吧你。哎，小爱，这人生啊，真是瞬息万变。你看看。我这儿活蹦乱跳的，又吃又喝的。我那几个工友，瞬间就没了。特别是那个跟我同名同姓的，就这么死了。哦，对了，宝明哥，我不太懂啊，就是你把那笔抚恤金还上去了。那能不能确保和你同名同姓去世的那个周宝明的家属拿到这笔钱呢？能，一定能。我跟他们都说清楚了。那就好。
只不过是又有一家人要伤心了。行了，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在北京那就要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。对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来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，开心。曹秘书，每次大家吃饭，你要么借故上厕所，要么出去回电话，你好了也得回请大家一次，不能老是铁公鸡一毛不拔。啊，请，我这两天在正打算请呢。什么时候请？要不我替你请。哎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媳妇儿管着钱呢，她是给孩子攒着呢。啊，怪不得。来，加班费、午餐费一共69.8块。好，签个字。哎。过节啊，这人就少多了。嗯，黄明哥，这次建群回去探家，你真的跟他应该一起回去，不用在北京陪我的。嗨，这我人在哪儿，这家就在哪儿，哪都一样。你怎么不回家？我回到家跟我爸我妈说什么呀？他们要是问我过得好不好啊，我说不好吧，他们操心；我说好吧，我又说不出口。我心情不好，他们自然心情不好。我一想，行了，别给他们添堵了。咱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了哈。小艾，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好好干，干出个人样来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过节，我买了个月饼。王明哥，你心真细。北海真美。8.5，你给我称准没有啊？哎，您放心，绝对给您称的高包的。行，那个柜子底下还有俩箱子，你给我搬一下。哎，行，那我行。
你们家这书可真不少。是。我先把这两个先拿外头去。行，你一会儿再称这两个啊。行。小严，我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天，啊？挺好的。哎，小严，嗯，这个桌子下面那纸箱子呢？啊？哦，卖了。卖了？嗯，怎么了？卖哪儿去了？啊，卖给谁了？就街边那个收破烂那家。哎呀，我得找他去。回来。啊。我说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怎么了？一点私房钱都藏不住。啊！哎，你发现了？我是谁呀？说。为什么藏私房钱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那钱是给你加营养的，还有就是给孩子买奶粉的。瞧你那样就不像。我跟你发誓，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啊，你就让我生不出儿子来。胡说什么呢？哎，呸呸呸！哎，一定是儿子，一定是儿子啊！哎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他今儿动了没？动了，下午还踹我来着。啊，是吧？嗯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下的鸭叫妈妈。天上的星星。哎，老丁啊，小姚的预产期还有大半个月呢，怎么开始忙活上了？哎呀，到时候他一出院，大人孩子咱们得伺候两个呢，这不早早的弄好了，心里踏实吗？看看。嗨嗨嗨，你看看你，那摇着个扇子，得意洋洋的，你这当老爷的也得出点力呀。好好好。好好好，遵命，丁大总管，请指示。那个什么，哎，把那个本儿拿过来。嗯，咱们记一下，看看还应该再去买点什么。谁呀？我。哟。哎。来了来了。爸。哎，小爱来了。啊。妈。哎。来，快坐。呀，忙着呢。是不是？快坐。给小杨的孩子准备东西呢。啊。你看，多好玩啊。嗯，好玩好玩。小杨生的肯定是个小男孩，穿上这个肯定特精神。妈，哎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给小杨孩子做的。哇。喜欢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这手也太巧了你。王明啊，干嘛呢？啊，小爱的缝纫机啊，它不太顺溜，我给它上点油。好了。王明啊，哎，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。小爱离婚可这么长时间了啊，现在心里头也平静了，你就趁着这个时候趁热打铁，赶快给他说，你说呢？你别刺得跟胆儿一样，什么都不说啊。我跟他说什么呀？哎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看啊，我每天收工回来，我能看见小爱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隐隐约约，有时候能听到他缝纫机。
声音，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平静，真的。哎，真死得跟蛋儿一样了呢。我告诉你，小爱可是个好姑娘，那外头不一定多少人追呢。那就你就说曹丽章啊，那日子都过成那样了，哪天万一再回心转意又找小爱呢？你好好想想。我跟你说，我知道，只要那个人真心的对小爱好，小爱觉得幸福，我就替她高兴。小雪，你不了解我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娶小爱。你看看，我有什么？我还没钱，我天天打零工，小爱跟了我，她得遭多大的罪啊！小爱是那么好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我周宝明，我真配不上她。嗯，小爱，宝明哥，我们结婚吧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你们一定会很吃惊。但是我知道，不管我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你们一定会支持我的。爸妈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幸福的。这七斤二两就不小了，现在呀条件好了，营养好，我生小辉的时候才六斤多呢。男孩女孩？儿子，生了个儿子，太可爱了。来来，我抱他。抱抱抱抱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可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？你那个手哪有轻重啊？这孩子这么小，哪受不了你抱啊？妈，把孩子放我这来吧。哎呀，我得赶紧找鼻屎去啊！我要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爸妈，我有后了。这回行了，老曹家有后了。看我干嘛呀？没事儿，我就说这孩子挺好的，腿可有劲儿了，你看这腿儿。他冲我笑了吗？陪我喝点儿。
我明哥，该休息了。啊，该休息了，是该休息了，该休息了。休息了，宝明哥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小爱，我不行。出来溜达这么长时间，好点没？我看你这一晚上出了不少的汗。哎，在这歇会儿吧。哎，哎，好。小海。对不起啊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说。你知道的，我家成分不好，我从小父母双亡，没什么亲人。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成分的问题，班里老师、同学们都瞧不起我，欺负我。只有你曾经送给我一个笔记本，还有一支彩色铅笔。那彩色铅笔，我一直保存到现在。每当我高兴或者我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就看着铅笔，我就跟他说会儿话。我心里就觉得很温暖。后来我们上中学了，那学校离我们沙坪坝有2里路。每次你放学的时候，我不放心，我老是悄悄地跟着你，一直到你到家了，我才回去。后来，我学了木匠。每当我到邻村干活，帮人打家具，干完活以后，回到沙坪坝，在田头听到你唱歌的声音，我的心砰砰砰的直跳。在砸沙坪坝，因为有了你的声音，我觉得好温暖。后来你来了北京，我不放心，我就跟来了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老天会把我心目中的仙女送到我的面前，所以我不敢。宝明哥，这些话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说呢？我不敢。
不敢。娶我吧，把我娶了吧。